感觉这里是一个家，怎么说了，老家了，一个老家在中国。我的名字就是阿诗珍，中文名字是应一帆，33岁，从美国来了，美国南方佛罗里达州。毕业的时候，我找到了一个机会，到哈尔滨当英语老师。我在哈尔滨常常去一个披萨店，一天看到一个纪录片，有一个抑郁症在沙漠在树吧，我可能要走吧。一开始要发芽，我就觉得坐不住了，就想在树，不由我自己这个事，好像是种树的有了种树病了。他这么认真，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，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。他一来了，你看又帮我种树、干家务，还都挺利索的。2015年，对，是第一次来了这里吧。2019年，我留这里三周了，天天种树的，种的500到1000的树。小米粥，空气好，大自然平安，心平气和。一开始他不会种树，那么我教他咋种，他也一直给小孩们也是讲这个生态呀、种树呀、咋去生根呀。我告诉他，我算是一个中文名字，我算那个应好不好？他说的好，你是小弟弟 ，brother， 弟弟。啊、brother 是弟弟。对对 ，sister。十七岁儿，对 ，my sister， 我的啊 ，my sister， 啊 ，my sister， 我的姐姐，对，我的啊，帅哥，还行吗？还行。我说我得学英文，你也得学中文，我不会语言，我们拉不上话。但是我还现在英语还没学会，他把中文写的挺好，这次来了啊。是什么货？收获。收获。哎呀，你的收获满满的。收获满的。对呀。哦。念念回来的时候，我感觉这里一步一步发展了，发展和保存大自然。好远的一个地方，可以看到风车、太阳能板、新能源来了。我已经看到了我喜欢的。不管咋样，我们虽然好几个国家，但是我们地球是一个地球呀。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还有我们通用的地球，跟他这样认真，我也会认真改变地方，我也会改变自己，我也试试啊，都可以吧。我一直在记得这种中国的合作特别特别好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家里，为了地球，一直在进步。地球好，国家好，家里好，人就好了。我就希望我可以给我家里人这种思想。抑郁症，家里人，朋友们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种树，怎么说了，就是幸福了。离开的时候我就想着，我什么时候回来了吧？下次见吧。那走一路平安啊！谢谢。啊，回去给我的电话啊。再见，一边。收获，我现在更多明白，一个意思就是农村的收获，一个意思就是生活的收获。他说我收获的满满，我现在明白了，说的对了，真的收获的满满。